请大家为了度化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我们继续讲缘起三害是按道理不应当嗔恨的内容。那么其中呢，包括观察因、观察有因以及观察所依三个方面的内容。那么现在就讲第三个课判。观察所依成非因力，那么原文章就说到观察所依不应成这。那么我们需要知道这里观察的中间呢，要落在所依上啊，所依就是我们的身和性的相系。那么这个观察点呢，一定要找准确。假如我们观察点都认不准，那么在什么地方观察呢？又怎么得到明确的定解呢？智慧是一种很模糊的认识，而且呢力量也很差的。那么我们受伤害的时候呢，要翻观自己的所依身，看看自己发怒应不应该。只有真正认识到发怒没有道理，在这个时候才能控制住嗔心。那么讲这个问题，我们分两个课班。第一个呢，就是观人害应激有过无过；第二呢，就是观之所受。那么第一个观人海应激有过无过呢，是这样讲的：一，观人海应激有过无过。那么观察的方面呢，就是能造成损害的因，以及自己和对方谁有过失，谁没有过失。那么首先观察能造成损害的因素，所以中国法大师呢应用校正所抉择，入云踏其与我神，二皆自苦因，双出其于神，微因于虽趁。那么这里呢，翻译的时候漏了两句，他去与我生后呢，加上二阶子库因双除其与正。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认为他拉出武器刺伤了我，所以呢我嗔恨他，这是不合道理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去与我生二阶子库因，意思呢就是说他的武器和我的身体两者平等，是导致我感受痛苦的原因。然后呢，双出气于身，微盈于水层。那么他呢拉出武器来行刺，自己呢提供了身体，两个因缘合在一起而造成了受苦。到底呢应当对谁嗔恨呢？要嗔就要平等的嗔，只嗔对方是不合道理的。我们下面呢进一步通过集中比喻再做抉择。比如说胃病患者吃辣椒导致呢胃出血，能不能自嗔恨辣椒呢？道则胃出血的因素，一方面是辣椒，另一方面是胃太不健康。如果对造成损害的因素生嗔，那就应该对两者都要嗔恨。一方面怪辣椒啊刺激了胃，另一方面也要怪胃有毛病，一点经不起刺激。如果胃好的话，那么也不可能一几根的辣椒马上造成胃出血的情况。或者呢，第二个比喻，比如推门的声音大一点，那么心脏病人呢收紧，马上呢心脏疼痛，那只怪推门的人吗？不应该怪自己的心脏不好吗？或者再比如
一阵风就把破烂的草屋刮倒了，能不能治怪风呢？如果换成钢铁建筑，那么风也只是轻轻的为它抚摸而已。因此呢，要观察到这个事故是由双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一个问题，或者说，比如高血压患者被人碰了一下就跌到在地而马上死亡了，碰的人只是呢起到一个外在诱因的作用，主要的原因是病人的血压高。那么有这些比喻，我们应当改变自己的认识。一切呢就是很片面的，只看原地单方面的因素，认为就是它造成的。那么现在呢，公平的裁判自己的身体是一个由业和烦恼制造的大毒疮，经不起一点的触碰。那么这样一个36种不净物充满的就像泡沫一样的破破烂烂的身体，它不是产生苦受的主因吗？应该这样设位。所以呢，我们学佛者呢，向内好好看一看，这个身体是由多少业、多少烦恼的病毒制造出来的毒疮，在一拳头、一棒打过来的时候呢，又有多少执着、多少烦恼在起强烈的反应？这些不是受苦的因素吗？那么为什么不看看自己的作业是这样充满了过患？为什么就不知道因生痛苦的主因是自己的有漏无趣因呢？假如是没有执着的成就者，即使刚到看他的头，也想像春风一样了无关系的。下面又这样说道：如人行大疮，痛苦不来处，爱盲我知此，顺此而成遂。那么这里说到人行大疮，人行大疮呢，身体上生疮是小肚疮，而实际的身体就是有眼睛、有耳朵等等人行大肚疮。那么这就要观察对方身上身体而受痛苦，不是对方的错误，是由自己制作身体的过失所造成的。那么这里说到如人心大疮，痛苦不来处啊，就像人心大疮一样的身体经不起一点痛。然后说到爱盲我知此，顺此而沉睡，那么这个爱就是对忧漏的36种不净物组成的身体的一种贪着，叫做爱。盲呢，就是无明的烦恼，根本没有清净的智慧眼，这个叫盲。那么这个爱盲的我啊，自作潇潇盲痴就可以伤害的身体，现在他受到伤害，到底该成何罪呢？那么我们大家看这一句的时候呢，不能粗心，要知道字句当中的爱、盲、止、顺，哎，这四个字有很重要的意义。如果你体会不到，也是当面错过，失去了一个深吸清净智慧的机会。那么这个问题，我们打个比方来说，一个小孩在地上拉了一堆大便，一只狗马上跑过来就吃，又有一个人要把大便扫出，这个狗眼睛呢定住，汪汪直叫的，大便在狗的心前显现为非常可爱的美食，而且呢特别弹作的，这就是爱。看不见这是污秽的本性，这就是无明的盲。那么以无明的作用呢，会让贪爱发展的，让他呢对分辨单作不舍的，这就是自作。假如当时狗呢能见到大便的不清净的本性，拿出在大便上的爱心呢就会脱开来的，但是呢有无明的烦恼，就会自此贪爱而引起严重的自作。那么在这个时候，只要烧掉大便，狗就汪汪叫的，这就是必顺，表示受到了伤害。那我们回到意义上来看，我们凡夫众生因为爱自己，所以呢生来就有爱护自己的本能，加上呢以无明烦恼，根本不知道这个忧漏云生的本性，也就造成对云生的牢牢的一个执着。那么由于这样的一个执着呢，稍微有一点大劲，就会以执着力引起很大的苦受。那么这样一观察，就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重的伤害的苦受呢？原因就是自己对忧漏身体有强烈的执着。假如远离了爱慢，就像遵着大目犍连一样，虽然被一群外道大德遍体鳞伤的，但是呢他心上的一点苦也没有，
所以说自作右脑晕身才有苦恼，而且呢自作越重，受伤的程度就越重的，痛苦呢越深的。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一个叫小姐，身体刮破了一点皮，马上就会痛苦的倒在床上。所以总而言之啊，自己自作不清净的右脑出重症，才导致被别人拿武器打伤。如果自己的身体就像虚空一样，谁也做不到任何的损害。然后又说到又云，又有欲心海，又因欲而成，其中虽无果，虽是有过者。那么今天菩萨在如心论当中又说到，对方对因果愚昧的缘故损害他人，自己呢因为愚痴而生嗔恨的心，两个人当中谁没有过失，谁有过失呢？双方平等都有过失，这对损害者一方面报复是不合理的。一般知俗的观念就是以牙还牙，原地呢伤害我是有罪过的，我对他报复是合理的，没有过失的。但是呢这种事情拿到惩罚的法庭上，不偏不倚的裁决，那么也就是不带我自倾向的裁决，最重的判决一定就是双方同样有罪，都要受到因果规律的一惩罚。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冷静的观察事情的真相，譬如张三用木棒打了李四的身上，那么李四心里就想，我一定要报这一帮子仇，有机会我一定要还你一道。那么从造业的心智来说，两个人都是呢造损害他人损害自己的罪业。然后呢从事情的结果来说，一个是已经成为事实的伤害，另一个呢是隐藏在内心，将来遇到缘就会成为事实的伤害，这是时间上呢有早晚的差别，其他呢都一样的。比如在韩朝的时候，吕后呢以嫉妒心残害其夫人，而且呢伤了他的儿子如意，那么如意呢生气了嗔恨心，常常呢想变成一条大蛇把吕家吞掉。那么后来果然吸取成熟，他就专编一条大蛇吃掉了吕后的后身。所以拿征伐的尊顺来衡量的话呢，吕后和如意谁有过谁没有过呢？同样都是呢损害人的心，结果也都是呢损害，哪一个不是愚痴造恶的反复，哪一个不是损害他人损害自己的呢？所以说认为对方损害了我，我就应当对对方其诚信，只有有越过愚痴的愚人才会有这样下列的见解。在瑜伽师等的菩萨地上面讲，有自他身所有住心，一切皆用辛苦未提，彼无知苦，于我身中辛苦既伤，根真气苦，我即幼稚，何以欲彼辛苦既伤，从加其苦。那么意思呢就是我自己生命体的所有住心，他人生命体的所有住心，就是自己的色受想行识，他人的色受想行识，这一切一切都是呢一苦作为他的体性，都是呢苦的因苦的果。那个原家他是于此没有智慧的，所以在我这样以苦为体性的生命体上再给我增加痛苦，意思是我本来就够苦了，他还要给我加痛苦，这是他的无知，是他的费力。而我现在既然学了佛法，有佛法的智慧，那么知道这一切优罗法都是苦的，我怎么能在他的苦性的生命体上再给他加上一层痛苦呢？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必须要了解。这一章我们就讲了第一课判的内容，那么接下来讲第二课判，观止所受。而观止所受者，就是观察自己所受的菩提心的界体，也就是观察自己的自验。那么这里我们要注意受的含义，受意思就是呢，我们已经在心里把成佛度众生的自验接受下来，哪受下来呢？也就是信了十方诸佛菩萨作为这个见证，自己呢已经化样，盖了受益承诺，从现在乃至近未来际都对一切众类的友情做利益。那么从受了誓愿之后，这个相续就转变成菩萨的相续，也就是以菩提心誓愿再造出来的相续。
那么从今以后，一切的志向、一切的意愿、一切的行动，都是呢以这个菩提心起来的。因此呢，这个菩提心就成了作意。那本轮讲大乘波罗蜜多，在讲梅都的时候呢，都要讲六种殊胜，其中第一个殊胜就是意殊胜。这个意字就是菩萨完心说意的菩提心。那么我们懂得了这个大乘说意之后呢，再来看，以我的说意，我该不该对众生生成恒心呢？下面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个分析。若主生闻未心自离，不忍二尘，切不应离，何况我从触发心时，自为立了一切有亲，修理踏行，舍受一切有亲，如此是为法堪忍性。原文当中修利他行舍受一切诸有亲者，这是多余的，可以去掉。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讲生问，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能黯然而生嗔恨，尚且不合理的，何况我最初发心，就已经立誓为了离了一切一切的有亲，修持利他之心，舍受一切的有亲。那么这样思维后呢，发起堪忍的心。那么意思呢，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都不应当生嗔恨心，何况是已经舍受了一切有亲，更没有生嗔恨的理由。为什么没有理由呢？因为嗔恨他人违背了自己所修持的舍受有亲的誓愿。哎，关键就是这么一个问题需要了解。那么消乘的修行人，唯独自作对自己有利益的修行，对整个众生界的利益呢，并不怎么惯性。那么像他们尚且不应该发起能造成自他痛苦的嗔心，意思呢是像这样只会造成自他痛苦的事，连消乘修行人也是发誓永远不做。何况我是受了菩萨戒的人，从最初发心就已经选择要对一切一切的众生做利益，我怎么还不忍受呢？照理来说，其实一切的众生都用脚踩在我的头上，我也终究不退舍利有情的志愿。那么消乘人呢，为了保护自己都不做这样的事，何况你是要保护一切众生的菩萨，本来一切众生都在盼望你能救护他，你怎么能以嗔恨心伤害他呢？这不是严重违背誓言吗？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里面呢，叫我们这样从说义上思维，就是想我是一名菩萨，是要对众生做利益的，如果我不能忍辱，我不叫菩萨，应当叫恶人。下面呢，补充讲瑜伽师地的菩萨地说说修舍受相。云何菩萨于有怨害诸有亲所修舍受相？那么首先就是提问，有缘地来伤害菩萨，菩萨呢对于冤害有亲，怎么能修舍受相呢？这样提问的。那么这个所谓的舍受，舍就是去的意思，把有亲呢拉过来作为自己的亲人，这叫做舍受。那么一下呢解释分两段，一个呢就是修舍受相，而一个呢就是一项堪忍。那么这个修舍受相就是修乃缘害忍的基础。首先你从道理上认识，按那样去参心，那么新的想法就会产生，这个新的想它的作用呢就会让嗔心呢起不来的。所以后面就说一想看人。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个修舍受相，为诸菩萨应如此学，就是大乘菩萨应当这样学习。学什么呢？就是学习这样观察。那么有这样做到，我为一切有亲自类发菩提心，舍受一切有亲自类，即为亲眷，我已未必做注意力。那么一次呢，就是我不能忘记自己最初是为了饶一切众类的有亲而发了无上的菩提心的。那么当时发了誓愿，今虚空界当中的一切有亲的众类，不能是胎生、乱生、世生、化生，还是有色、无色、有相、无相、非有相、非无相，我都摄取过来作为自己的亲人。从此之后呢，全世界的人都是了我的亲人，我应当日日夜夜唯一为他们承办世间和出世间的利益，这是我唯一的工作。那么又说到，
我今不淫，本于右倾，于左义理，而当欲彼，不忍怨还，作匪义利。那么以色列本来我是法院对右倾做义利的，我现在不应该不容忍怨还，而对他做一些没有义利的事，这是绝不可以的。那么我对于他唯一只能做利益，如果给他做非义理的事，那么怎么叫做赦受他呢？打比方来讲，比如母亲在任何时候都要饶以自己的孩子，为他承担利益。如果母亲害自己的孩子，对孩子做损害的事，那叫什么母亲呢？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一厢看任。一厢看任是这样说的：如此入离正思为骨，与有怨害，助有亲说，灭主他乡，主色手想，以色手想，与助怨害，既然看任。那么这里说到灭除他相，就是大乘菩萨舍去有情作为自己的一亲人，所以呢就灭除了原先认为有情是别的不好的人的思想。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说通过这样如理思维之后呢，大乘菩萨呢就会有思想上的一种转换，也就是对于原害的有情呢灭除了他相，安住在舍受相当中，认为这是我已经舍受了的亲人。那么依靠这个色受相，不管原地再做什么损害，全部呢都能够安忍，不动嗔心。那么我们需要知道，前面的如理思维就是因，灭除他相，诸色受相是果，也就是由思维会产生思想上的转变。那么思想一旦转变了，对于原害都能看忍。那么思想不变，强忍也难以忍住的。因此呢，要领悟有如理思维而转换事项，一项堪忍的修法原理，这非常重要。然后下面我们讲原文，原文上这样做到：不多挖云，佛圣教者为不作恶，略有怨害，不修看人，即便骂为，是从根本破坏圣教，由此即是自食利益，圣教根本由此破坏，最终圣教非我等有。自食利益，是灭自责。那么不多瓦尊者就说，佛陀的圣教是不造恶业的，如果稍微有一点冤害，自己不修看人，就立刻出口骂力，这是从根本上破坏圣教。由此呢，就是自己舍弃利益，圣教的根本由此破坏了。虽然整个圣教不是我们所具有的，但是呢，自己撕坏利益，就是毁灭自己。他老人家呢，又通过比喻做了抉择，又云：如翻按钮，复为二条，安翻即颓，若缓求罗，自得安乐。若与怨海而不欢喜，为其对敌，翻坚不安。那么这个求罗的这个求呢，就是拴在牛马屁股后的一个带，叫做求。那么这个不多啊，尊者又说，就像牛按饭呢，碰到牛的身体，牛说尾巴乱跳，鞍子呢反而打到它的腿部，只有慢慢的把球放下，才能注视。那么同样的道理，如果对于冤害不欢欢的窒息，而跟他对抗，反而会让自己逐渐紧张不安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自己不抵抗，事态就会逐渐缓和下来的，如果以嗔恨心抵抗，只会让冲突更加剧烈。那么这一章讲的，我们简单做个总结。总结呢，从两个方面讲。第一个呢，就是这样的：邪见的人呢，就是说对损害者称为是合理的，因为他是造成损害的因素，具有过失的缘故。那么我们就破斥这不决定，为什么呢？因为自己的身体也是损害之一，也具有过失的缘故。不嗔恨自己，只嗔恨他人，并不公平。这也成立的，因为如果自是对方拉出武器，自己没有拉出身体，那也不可能造成损害，如同一电也通不起的热疮一般。再说一个道理，自嗔恨对方不引理的，因为人孩子和自己平等具有过失的缘故，这个也成立的，因为对方呢于此不动业果而自行损害，自己呢也于此不动嗔恨的过患而生嗔心。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邪见者又说，对损害者称讳是合理的，因为我不能容忍他对我所做的伤害。
那么我们就合理的做剖证。身为大乘菩萨，应该安忍生孩者的善害，为什么呢？因为自从屈辱利他性之后，就要按照自己的承诺舍受一切众生，不伤害任何一个众生，这决定成立的。因为小乘声闻只是说自己的利益，都对他人呢不生嗔心，何况大乘菩萨是完全进入到利益且有情的修行当中，更不应该对众生生嗔心的。打个比方来讲，譬如被魔困扰的人，一般人都不会对他生嗔心的，何况承诺一定要给他治疗的医生呢？那么总而言之，我们观察注意要知道，对原地生嗔恨没有任何道理。第一个方面呢，要知道自己这个有漏的初衷症，它就是产生痛苦的根源，自己对身体的执着是造成痛苦的主要因素。第二个方面呢，要知道自己生嗔相对原地烦恼之苦心的说一声制造痛苦，这也是业果愚痴的一种表现。然后第三个方面呢，要知道自己受能大乘菩萨戒，所以就是菩萨的誓言，那么对众生生诚信，从根本上破坏了自己的作意，是这样来需要观察。那这样啊，我们就明白哦，原来大乘菩萨他有很多道理，他有很多利他的一个方便，而且他的心态呢始终都围绕一种智慧和慈悲的主题，然后呢以这样的智慧和慈悲引起的呢确实何时何地都是来利益众生，哪怕是众生天天骂他，天天都忍他，天天都损害，一刹那都不会去嗔恨心。为什么呢？他是有道理的，而道理是为了他的相续产生了坚固的定界，而且呢把这个定界呢栽在的灌秀，久而久之他的相续当中呢有一种堪忍的供认，非常有力的一种安忍度的修法。然后安忍度修法安住的时候呢，凡是给菩萨有愿的众生呢，自己间接得到菩萨的加持，确确实实到大乘伟大的菩萨修安忍度来度化刚强难化的众生，或者呢嗔恨心很重的，脾气很重的，性格很差的，或者没有修行的，这些呢直接间接被菩萨感动而调伏。所以大乘菩萨修安忍度也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是伟大的菩萨才做得到这样的安忍度的修行，应当我们这样需要理解。理解后呢再说菩萨赞叹菩萨顶礼菩萨皈依菩萨学习大乘伟大的菩萨非常有意义，这样才知道原来大乘的这个佛法都是呢就是以这么一种伟大的修行来利益众生，在何时何地对一个众生一个毛孔一刹那不做损害心，因为做损害需要有嗔恨的烦恼，但菩萨相续当中无法产生一刹那的嗔恨心的烦恼，因为他的相续呢确确实实安忍度修得非常圆满啊，伟大菩萨他的关心都是呢围绕智慧大悲，然后呢面对众生做利而感动了整个有缘者。那么下面我们就讲第二个科判。那么第二个科判是先是利因悲悯。那么论当中说到第二利因悲悯者，那么这个利什么意思呢？利就是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众生呢都是我们的亲人，都是呢念念欢灭的，都是呢三苦来追逐的。那么以这些道理呢，大乘菩萨本应当悲悯众生，怎么能对众生生嗔恨心呢？那么这个利因悲悯的问题呢，我们分两个课堂来讲。第一个呢就是依靠瑜伽师的菩萨地别说，第二个呢依靠本论合说，分这样两个。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个，第一就是以菩萨地别说。那么以菩萨地别说呢，就是包括三相，也就是说殊胜心善相、无常相、苦相，有这样三种。那么首先讲第一个殊胜心善相，那么这个殊胜就是过去善的意思，心善相呢就是亲爱和善的观相。那么这是这样讲的，云何菩萨于有愿海住有亲说修习殊胜心善自相。那么大乘菩萨对于愿海有亲怎么来修行殊胜心善相呢？下面就做这个解释，首先说怎么修心善相，然后再说依靠这种心善相修能忍受愿害。首先第一个修心善相是这样说道，为诸菩萨应如是学，意思呢大乘诸菩萨应当这样学习。
如果原先没有学过，那就要开始重新学习。就大乘就是要学习做菩萨，这件事有一个从不懂到懂，从不会到会的过程。那么学好呢，自己的心态、自己的行为呢，完全会改变的。那怎么学呢？方法就是观察思维。我们需要知道，修行人的成长就是从如理思维开始的。首先呢，产生出思维所成的智慧，然后呢，按照正法来调整自己的心相续，就会成就品德的。所以说，首先是培养这个智慧，再造就德性的。那么以下呢，教我们怎么观察来专辨自己的志向啊。所以这样说道：非以克德，稍分右倾，经历畅之，习于正种，微臣为我，若父若母，兄弟姊妹，亲交贵凡，尊师尊等。那么这里说到非以克德，就是不容易找得到的意思。稍分右倾呢，就是稍速的右倾，然后呢就是畅之，这个常识呢就是一个满仓的时间的意思。然后呢虚以身重呢，就是往昔在其他生死当中。然后说到若父若母，这个若字就是活着的意思。然后尊呢就是尊长的意思，尊重呢就是类似于尊长的人，虽然他不是自己的尊长，但是呢和尊长的功德相仿，功德相似。那么这一句就是想在茫茫的人海当中呢，不容易找到少数几个人在往昔满仓的转世当中，不曾做过我的父亲或者母亲，或者我的哥哥弟弟姐姐妹妹，或者我的亲教师规范师尊长师尊等等。因此呢，我们碰到的尤其呢都是前世的亲人和师长。所以这一条之后要明白，一切缘品无不是清品，也就是说原先攀地为原地的一类人，其实呢无不是自己的亲人。这是人事上的一个大转变，心里呢很肯定这一点，深信这一点，那么一下子暗人就会出生的。所以我们就讲第二，一向看人，如实入理正思为骨，余有愿海助有情说，舍愿分享诸青山相。那么这里说到如理思维，那么这个如字呢就是合乎的意思，也就是符合的意思，符合道理的思维就叫做如理思维，这是修法的关键。我们都知道，光能从开始到现在都是呢走如理思维的路，一层一层的修行转性，对这一点呢无比要领会。那么像这样符合道理的好好思维，不知不觉呢就会产生思想上的转变，就是对缘害有情心中呢开始呢舍去原真相，而安住在心善相里面，也就是说把怨恨的心弃舍呢，心里对他呢不怨恨呢，内心的安住在他是很亲爱的很和善的一种观相里面，这样叫做安住心善相。那么有了这一层的基础，安人就能水到渠成的升起来的。所以说并不是要你硬忍强忍，里面有很多三巧方法，按照方法训练纯素安然也不难做到。所以就是做到一清善相，与主愿海，即能看任。那么清善相传习坚固之后呢，自己的心呢就能安住在清善相当中，心态就是柔软的，要残忍也残忍不起来的。那么这样原地伤害到自己的时候呢，依靠这个清善相呢，很自然就能安忍了。这就是第一个清善相。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第二个无常相是这样讲到：云何菩萨已有愿海助有情说，修无常相。那么大乘菩萨对于有愿海的有情怎么来修习无常相呢？还是分两步讲，第一个就是修无常相，第二个呢就是一向看任。那么第一个修无常相是这样说：为诸菩萨引述思穴。大乘菩萨应该按这样学习，也就是大乘菩萨按这样来培训安忍。那么这里穴就是指思维观察穴。那么这里修法的基础就是息的无常观。我们常说前天是合乎的基础，人天成合，身份圆觉身，除了发心不可取之处，都是呢进入大乘共同的一种基础。比如这里修安忍，如果业果无常啊、
库啊，人物的基础打好呢，再来修案例，确确确实是水到渠成的，很快就可以申请修法的。但是呢，如果没有达到前面的基础，也不可能真正踏到达成修法的地面上的。也正是这样的缘故，全职蒙西他老人家呢，先进行发药，引导初学者打好屈辱丧葬道的基础，内容就是修习不净、无常、苦和无我。那么这些有呢，再加上一个菩提心和空性正见，大乘就可以真正登堂入室了。所以这里说到，诸有有情，若生若长，一切无常，皆是释放。那么意思呢，就是三界的有情，不论是生还是上，踏的地水火风，眼耳鼻舌身意，色受想行识，这一切一切都是呢刹那灭，都是呢释放。那么这个字是理解为刹那灭尽的，所以呢是非是不可的。也就是说，三界的一切一切的优乐法都是这样，无可奈何，怎么不让人悲伤呢？那么又说到，积薄怨者，微端必明，知足有情，明念念短，智则何远，富裕更断。那么我们需要知道，一呀换一呀，这叫做抱怨。那么抱怨抱到极点，不过就是把它斩了，不可能还有更大的出气的一个办法。所以说，既抱怨则未断必命。那么这里讲到念念断，念念断就是就像右灯一闪一闪，是刹那刹那生灭的。那么由静的生明和灯光一样，刹那生，刹那灭，所以叫做念念断。那么既然有情自己刹那刹那就死呢，有智慧的人有什么理由还要断他的命呢？然后又说到，如此圣师行无常法，诸有情长，岂有智者张补应其悠然作行，匡当一收快张驾害，何况一切永断气命。那么接着说到圣师行无常法，这是在妙处有情，有情的生命从七性上说，都是呢生死性，都是呢不常住的法，自古以来人人都是如此的。那么像这样生生世世七性不常住的有情，那么有智慧的人尚且不应该发起有染污的心来对待他，意思就是说不应当升起想对他做损害的恶分别念，何况呢用兽用石块用木棒来加害他呢，更何况做出断绝他性命的事呢？意思呢是看到他一念一念的死，怎么忍心在这样回事的法上呢再加上一道呢？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见到快要死的人，能再用刀去看他吗？能起一个念头我想给他难受吗？哎，有智慧的人谁会起这样的恶念呢？所以说他从菩萨修行全都是从智慧上下手，而且呢他智慧观察的非常清楚，通过智慧观察后呢，他没有办法跟智慧颠倒的一种非理作为，一种无明的烦恼，一种自作心，一种对自他没有意义的不符合啊法的正相，他不会去做颠倒的事。下面我们就讲第二个一相看人，是这样说，如此入理真实为骨，则苍坚想暗主无常，不坚固想以无常相与主怨害，岂能看任？那么意思呢，按照这样符合道理的思维，就可以摄取终身是常住的想法，坚固的想法，安住在终身都是呢像灯焰泡沫一样，是无常的不坚固的一项当中。那么自己的内心有了无常相，原地来伤害的时候呢，都能够看任，心里呢不起嗔心。善于修法的人好像就是呢善于捉蛇的好兽，能含三窍的呢调伏自己的心。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佛法确实是有智慧的，他的自心就是一种智慧和慈悲的本体，而且呢佛法讲的呢千真万确，对自他都是呢从暂时究竟来看有意义的，都是呢有利益的。所以呢以上就是以无常相来调伏自己的缘害相，这样呢需要理解大乘菩萨的功德。今天就讲到这里。孙的一生就是百年不离，你别长那百世长几个那几万龙之百之品种林之万之雄。
Om Bandar Sato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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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Bandar Sato Om